这个标配的沙漠里有意思。 导流罩就贵了，导流罩7000块钱，价格对吧？2000。他为了跟他的挂匹配嘛，当然挂好看。实用高低差不多。节省风阻。哎，我的用户啥时候舍得掏钱用用这种，对吧？这也不贵啊，这钱。他又到变思路了，又买旧的，让我给联系了。 买就真自己，想法都有问题。这就是我们最新的S类嘛，加全身的，4道平行螺栓，13片，25厚的，加单反边都变凉了。嗯，这车还是配置可以。就给它配300-800吧。国三的是吧？对，国三的。 记得秀，然后是现在已经淘汰了，最新现在都是不锈钢。这车回去出勤率多高？啊，好好看一年是管闲着回来。想法都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这买上新车，买个旧车。